庆祝三浦大人千秋，重庆礼品，我的新加坡品牌的立新娱乐制作特别呈现，东山庙综艺晚会正式开始，掌声鼓励鼓励我们全场伴奏乐队，荣获得2014歌台大奖最受欢迎的乐队威乐师大乐。
三庙众议晚会，于新一波正式开始。